老板，嗯，就这瓶子，我就杵这不动，我能扔到垃圾桶里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那咱俩打个赌，我要扔进去，你给我买个 iPhone 14 Pro Max 好不好？那你要扔不进去呢？扔不进去，我看了，你今天穿的这大皮靴，脚肯定酸臭，我舔一脚行不行？啊，这么变态？那这样吧，啊，你不用舔我脚了，你吃我袜子。袜子？啊，那行也行。那啥，咱升级一下吧。我没扔进去，我不光舔你脚，我还吃你袜子。我只要扔进去，你就给我买 iPhone 14 Pro Max， 好不好？嗯，那也行。行是吧？啊，那咱准备啊。来了啊。嗯嗯。来了啊。嗯。我真来了啊。哎，你别生气。三二一。银河右边。我当时大意了。滚，干啥？左脚还是右脚？滚，黑色还是白色？别走啊！哎。